贝弗厂里有共产党，已经找到证据了吗？现在还没有，只是处于一个怀疑的阶段，所以你身上的担子很重啊，要与池诚的交往中摸到他的底细。还有，你说池诚跟共产党有没有关系？你跟他交往甚密，有没有发现一些不正常的细节？之前宫本君的确在我的面前说起过他对于池诚的怀疑，虽然当时我没有接受他的解释，不过过后我仔细地想了一想，在一些事情里面池诚是有些奇怪。哦，不过他确实有点复杂，而且也没有露出任何的破绽，并且伪装性很强，从表面上来看，无论是他的身份还是言语，都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。我觉得他应该没有什么必要做这么危险的事情吧。No. 不要忘了你说过的话，最不像共产党的人才最有可能是共产党，他们的伪装都是很厉害的。好了，你放心的去吧。宫本君说了，他的行动队和县察局会全力配合的。将军阁下，那电讯科。哦，电讯科，你就放心吧，有清泉少佐在，你我都很了解他的能力的。而且宫本君也说了，他想在电讯方面学到一些新的知识，以便在今后的作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。好吧，祝你成功。